那在农历的这个4月份，这个月，各地方都在纪念释迦牟尼佛的出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的成道，释迦牟尼佛80岁的大圆满、大波涅槃，所以这个月所做的功德。 每天都至少1000亿倍，很多国家，特别是佛教国家，包括缅甸，包括我们学密乘佛教的各个国家，这个月都吃素。那也有很多修行人，甚至在家居士，都会在这个月发愿，甚至敬未来际，这样来吃素。 来供养佛陀，所以这个月份，那对我们来讲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呢，在这个月，那各位应该每天都以菩提心大做功德，以惭愧心消除无量业障。所以在我们汉人比较重孝顺。 那汉人比较重农历7月份，孝顺报恩月，地藏月，所以到处的在举行供佛、斋生、盂兰盆、超度法会等等。那如果在南传跟藏传，那最重视的是这个月。所以，因为对佛陀的。 能够出生在这个世间，让我们这个世间有一位圣者啊，能够带着我们离苦得乐，而不断的庆祝。所以念一下前面来：我今灌木诸如来，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离尘垢。 同证如来净法身，唵地萨地萨，圣切娑哈。所以，我们来纪念佛陀出生而举办浴佛节，也从浴佛节来歌颂佛陀累劫累世圆满了10波罗蜜，圆满了补处菩萨投胎在兜率内院。 为诸天人讲发菩提心法，因缘具足，诸天包括梵天劝请佛陀到人间来示现，度人类众生有缘众生。事实上，如果按照大乘的经典，释迦牟尼佛早成佛了，只是应化，这只是一个应化，应化到人间来。 所以佛陀应化了，观五种因缘成熟，而示现在迦毗罗卫国，以净饭王为父，以摩耶夫人为母，而示现。然后呢，出生的时候在无忧树下，那个时候大梵天、忉利天、四大天王、护法菩萨，那么也做了清净的示现。 那个时候，九龙吐水，地上的还有2泉水，这样来供养佛母，供养刚出生的佛陀。并不是说佛陀身体脏，也不是摩耶夫人身体脏，要来洗，不是那个意思，这是一种供养。所以各位，我们在浴佛的时候，是我们脏还是佛陀脏？是我们脏啊。 所以我们自己不清净啊，所以透过对佛的供养来净化自己的贪嗔痴啊，来让自己的三生成就啊，念一下清净法身，圆满报身，慈悲应化身，佛陀三生成就啊，不需要我们再去净化他的身体，那我们呢？哎呀，就要贪嗔痴三毒业报身了、啊。
摆脚的摆脚，感情的感情的，痛苦的痛苦，我们这个是不清净啊。所以透过对佛陀的供养，我们愿意让自己也能够法报化成就。法就是体证一切法毕竟空，这个叫法身成就。所以花也好，土地也好，下雨也好，人也好，友情也好，那本体都是无自性空的。那对佛陀来讲，他已经证了这个法身，所以佛的法身无所不在啊。那什么叫报身呢？那佛陀累劫修波罗蜜，百劫修相好啊。念一下：三期修福慧，百劫修相好，圆满报身成就。所以佛有三十二相好，啊，八十随行好，所以这个圆满报身成就。所以就像哪一天各位如果念佛到极乐世界，就看到阿弥陀佛，哇，圆满了，啊，所以。那佛陀的圆满报身成就，这也就是我们要累积的啊各种的福慧资粮。那硬化，什么叫硬化？就像你已经很有钱了，还故意装成乞丐啊，跟乞丐生活在一起度他们啊，所以你是个人，但是你宁可啊跟狗生活在一起啊，来引导他们。所以硬化就随着众生的形象啊来示现，所以这个叫化应化，千百亿化身，也像观音菩萨普门示现啊各种的形象。所以诸佛菩萨时时刻刻在做各种的应化来引导我们。我想这是诸佛菩萨的悲愿。所以呢，我们在遇佛的时候，产生了无量的福田。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世间的布施百千万亿恒河沙黄金，不如一杯水，供养佛的无上福田的功德。”只是在佛教里面有两个习惯，遇佛节这一个月呢，特别重视水的供养。所以各位应该在这个月的家里啊。每天家里桌子有多少就供多少水啊，浴佛节。那如果燃灯节，燃灯节是在农历十月二十五号啊，重视是灯的供养。不过我想就我们来讲啊，既然知道有功德不分时间呢 啊每天我们都能够供水、供灯、供香等等。所以标准的浴佛节也是要做这种供养啊，除了在佛前做大供养，就像各位前面这个浴佛前面摆了这么多花，我故意请他们拿到前面，旁边有这么多食物啊，我们呢以世间的圆满的供养啊来供养佛的三身成就。所以除了做供养，那我们也要发愿啊，因为在佛前发愿，愿有两种啊。第一个愿自己像佛一样三生成就，圆满成佛。第二个愿呢，慈悲，愿六道轮回众生亦脱离三途苦，六道轮回。所以做这种上供下施，所以特别我们在浴佛的时候也是圆满上供下施啊，以这个水浴佛。然后呢，也观想这个水净化，让父母安稳，六亲平安轮回离苦，用香也来供养，发愿也是上供下施，愿自己发菩提心，追求成佛，愿父母六道有情，离苦得乐成佛，一样都是上供下施。所以，那我们今天首先呢，大家来读一读《浴佛功德经》。那为什么要浴佛？那浴佛是快速累积善根成佛的方法。那佛有什么功德？因为佛一切功德成就，
所以我们浴佛有如是功德啊，乃至如何浴佛，如何供佛啊，佛陀在经典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用各种方法大做功德，好不好啊？来帮助所有有情啊。然后呢，农历这个四月份，来先调查一下，从四月初一到今天，你可能有吃过肉了，举手，免拍谁。你们就是我们要度的对象啊，好在你们来了。所以各位呢，刚刚举手的这几位，一定有人没举手，对不对？所以刚刚举手这几位，这个月通通不要吃肉了，好不好？对呀、还要这样发愿呢、因为我们要纪念供养佛陀，甚至很多有一位在藏地有一位丹增农部上师，这位上师大慈大悲，也到处在推广施食法门，而且他这个施食很简单，你只要念嗡啊吽，嗡嘛呢叭咪吽，他说保证这些众生得到利益所以呢到处也这样推，食物拿出去嗡啊吽点个香，念嗡嘛呢叭咪吽，让他们脱离轮回得生净土所以呢不但他自己这样推广，他也带着他众弟子啊，一个一个在他面前发愿了、愿从今日直至成佛，不食众生肉，带着很多弟子这样发愿，好不好？好。而且他发愿，他还要每个弟子到他面前以三宝做证明，说我从今天到成佛都不吃肉，愿三宝加持。虽然我们发了这个愿啊，有时候因缘不具足啊，投身在一个爱家吧，爱老母了，再见了。你还有这个愿力，一投胎你妈妈吃不下肉啊，那让你因为你的这种功德力，也让世上有很多胎儿就引导父母不吃肉了，有很多小孩子引导他的父母学佛了，有没有啊？有。所以我们年来投胎啊，都要以这个功德来引导，就像释迦牟尼佛来投胎了，引导他的妈妈得到天福啊，发菩提心啊，他妈妈我生完他七天以后就自动舍报了他不让他妈妈受苦，而且佛陀在因地有说啊，哎呀，我如果在我妈妈面前出家，我怕我妈妈哭到眼睛瞎掉死掉，他不忍心在他亲妈妈面前出家因为妈妈看到儿子出家了，哎呀，他受不了了所以他如此的发愿，然后也让他妈妈先生忉利天后讲地藏经发菩提心，现在是大菩萨。佛陀在他父亲舍报之前，他父亲则得到了在家菩萨最高果位三果阿那含，以三果阿那含呢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想作为一个佛弟子，孝顺、尊敬、报恩是最重要的。以菩提心、深信因果来读诵大乘经典，更希望别人也能够了解，这是最高的功德。所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佛法僧三宝，是所有有情生命的依止，但是在三宝里面最重要的是法宝。那我们依止法宝要如何做呢？才是真正的依止。念下来，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也就是说，我们在皈依三宝以后，我们要真正的依止法宝，要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我们大家一起读诵听闻，做到了以后，我们要去想这里面什么意思，如理思维，真正在实践如何浴佛，如何放生，如何绕塔。所以这个是三宝里面法宝最重要，那特别在佛波涅盘以后，那我们更要以经典做依归，来圆满我们的戒律。我们从浴佛功德经开始念来。
在王舍城求封神地，与大比丘众千百五十人居，富有无量无边那菩萨众天龙八部悉皆云集，二十清净慧菩萨在众中坐，为云明念诸有情故，作是四位诸佛如来以何因缘得清净身相好具足，复作是念诸众生灭，得知如来清净供养，所获福报无量无边，为知如来般涅槃后，所有众生作何供养，修何功德，令彼三根成就尽无上菩提，作是念以即从作起，偏袒右肩顶礼佛足，常跪合掌拜佛曰：世尊，我欲请闻云吹经虚，佛言善男子，随汝所为，我当为说尔时清净慧菩萨拜佛曰：诸佛如来应正等觉，以何因缘得清净身，相好具足有诸众生，得知如来清净供养，所获福报无量无边，为甚如来般涅槃后，所有众生作何供养，修何功德，令彼三根所能究竟无上菩提，恩师是庄高清净慧菩萨也，善哉善哉，如能为彼未来众生发如是闻，如今地经善思念之，如所修习，无当为汝分别解说，清净慧菩萨也，未来世尊愿有余闻，佛告清净慧菩萨也：善男子，应知不是持戒，忍辱精进，尽于智慧，慈悲喜舍，解脱解脱，世间你无所谓，一切过患，一切种子，善心净故，如来清净，若于如是诸佛如以清净心种种供养，香花璎珞，梵高佛具，菩萨
上庙下水遭遇尊意，烧香不许与心法界佛意，因是故曰仙歌赞咏如来，故恭恭的发说声愿回向无上一切智海，所生功德无量无边，乃至菩提常临相续，所以这如来福智不可思议，无数无量善男子诸佛世尊具有三身，身受用身化身，我涅槃后落于供养自三身者，当供养舍利难有二种，一者身故舍利，二者法送舍利，即说送也，诸法从缘起。说是以彼法因缘即是大沙门说，若男子女人彼处无众，应造佛像，若无力者，下至大入空门，造诸多波行如造具，擦干如尘，盖如覆遍，舍利如戒子，火邪法僧，安知其中如上真迹，而为供养随机力能，至诚因中如我现身，当无有一善男子，若有众生能作如是身供养者，成就是无数身功德，而此庄严义者常有惭愧，而这法即心性，三者其心知之，四者清净善有无德，如这人如所行，就这随当身，今佛国土，是这若生人中大行尊贵，人所敬奉身欢喜心，是以这身在人中自然念佛，是而这诸魔君中不能损恶，十三者能于末世护持正法，十四者是方诸佛之所加护，十五者速得成就无分法身，二十世尊即说颂曰：我不涅槃后能供养舍利，我造速度波及如来相，与彼相他处都是曼陀罗，以种种相化三波于其上，以金妙相水观目于相身，尚未著因是今持以供养，赞叹如来的无量难思议，方便之神通所知于彼岸，获得金刚身具三十二相，八十岁行好几度诸群生，二十清净慧菩萨闻
是从因百佛言未来众生云何语相佛告清净慧菩萨言若但当于如来其真言心无著而变迷于空有于诸善品可养无厌三界陀门善修智慧常久处理无著生死于诸众生其大慈悲愿得速成善众生故善男子我以为如所思真谛十二愿身六波罗蜜金刚为如其诸功王子大乘后宫飞后天龙人归所以降法诸供养中最为第一生一恒河沙等七宝布施罗喻夏是因因牛头赞叹白檀紫檀沉睡巡逻于金香龙脑香林林火香等于金石上摩作香你用为香水至今其中于金金出一号图作看我发我愿随时大笑上至于床中安佛香观一香堂金绝西木从教清水所用之水皆须经历五十尊重给予香水量尺里去暗自定上铭记香水皆予金地莫林土那一夕软金石香林金烧烛明香周边相佛安置般出善男子有作如是与佛相故能力如等人天大众先受佛乐无明愿念于所愿巧无不随意今有眷属悉皆安隐常慈八难永除苦缘不受女身所成成觉即安持一根扫诸香今对向前虔诚合掌而说中曰我今观摩诸如来今知功德庄严具愿彼无作众生类所证如来今发生皆定慧皆知皆相便是方差常分佛愿自相应亦如是无量无边作佛是一愿三度苦论悉悉令错了尽量解发无上菩提心永除爱和等彼岸佛说此经已时时种种有无量无边菩萨得无垢三昧无量诸天得不退止诸生闻众愿救佛国报万世间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二十心经为菩萨白佛言世尊心梦大师爱民我等教育相法我今劝化不忘大乘一切信心要功德证
一日中草木尊一火道理一常当顶首欢喜同行。从浴佛功德经各位就知道浴佛最好是天天种啊，一日日种，每天都这样草木尊仪，可以得到大利益。那这个经的缘起是一位清净慧菩萨为我们问，问什么呢？他说佛涅槃以后，所有众生，各位翻过来啊，第五行啊，就未知下面未知如来波涅槃后，所有众生作何供养，修何功德？令彼善根速能就近无上菩提啊！现在佛涅槃了，我们喜欢做供养、做功德，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功德善根、放生啊、点灯啊、供养三宝啊、啊做种种的，都能够快速成佛呢？啊，佛陀他就这样问佛啊，啊，甚至呢问佛为什么得清净身、相好具足、三生成就。这个我们也要知道，那应该如何供养呢？那佛陀就讲了，在中间佛告清净慧菩萨啊，各位佛具足哪些功德呢？我们再念下来，善男子找到了吗？应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净律、智慧、慈悲、喜舍、解脱之见，利无所谓，一切佛法，一切种子善清净故，如来清净啊！所以佛陀在因地前面所讲了六波罗蜜、四无量心、解脱之见啊，实力是无所谓，一切佛法、一切种子啊，这些呢啊，善因善根皆清净啊，所以如来果报圆满清净啊，所以佛代表一切圆满，所以如果能够这样供养啊，赞叹。甚至用音乐、香花、灯土果这样供养，不但供养，我们浴佛的时候有个重点，除了供养，还要发愿，发愿要重要啊，所以要发殊胜愿，回向无上一切智海，所以所生功德就无量无边，乃至菩提。而且你浴佛供养发愿，所有的功德直到成佛。常令相续啊，为什么？佛十二三行来，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这个是佛陀永恒的生命，也是所有众生具足的。所以呢，一切法包括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法会啊，都是因缘和合的。啊，所以既然讲因缘和合的，里面就没有一个不变永恒存在的啊，所谓的我。所以呢，那佛陀了解啊，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那如来说是因，但是佛陀呢，告诉我们，既然你要得到一个善的果，那你要从因去做啊。那因是什么？念下来，万法唯心造啊。我们要从一个啊动机啊去圆满所有的。缘起而得到一个圆满的果报，但彼法因缘尽。但是虽然一切法我们在追求快乐啊，追求福寿啊，但是乃至追求成佛有净土啊，但是各位要知道，这个一切的存在都是因缘和合的啊。既然是因缘和合的，世间的一切都是生生灭灭的啊。这个世界一切都因缘所生，因缘所灭。所以各位在场的每一个人。啊，拜四呗，对，四个不拜，这是一定的。这个世间没有永恒的爱情啊、身体啊、金钱啊、地位啊，凡是因缘所生法，那么都会生生灭灭的啊。所以，那你要了解这个道理。那所以世间的一切都是生生灭灭的。你体悟到这个道理，你就证到一个佛陀的法身。不生不灭的啊，所以安住在空性而了解一切都是生生灭灭的啊，利用这个生生灭灭善巧方便来利益众生啊。所以各位，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啊，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了解啊，万法都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空的，所以以这样子的去了解，而不执着一切，不但不执着一切，利用缘起的一切啊，去普度众生，包括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个方便，你只要往生净土，你就可以证得无生法忍。不但如此，利用缘起的啊，大慈大悲，趁愿再来广度父母众生，同证空性。所以能够这样供养佛陀的啊，生骨舍利佛像或是这个法颂，所以啊，佛塔里面都有装藏啊，佛像啊，前面有经典啊，所以各位要这样子的来造佛像啊。如果没有办法，哪怕一只一个麦片这样大，一根针这样子细啊，来供养佛陀的圣像啊，里面放的再小的舍利子或是一本经典，所以简单的说，那一般人要拿到舍利子不容易啊，那你至少在家里有一部经典，因为所有经典都是讲缘起性空的道理，能够做殊胜的供养，得到后面这十五种功德。哎，我们在那边，哎，一者常有惭愧，这个很重要，这个供养佛你会升起惭愧心；二者发净信心；三者齐心直指；四者清净善友；五者入无漏会；六者常见诸佛；七者恒持正法；八者能如说行；九者随意当生净佛国土；十者若生人中大信尊贵，人所敬奉甚欢喜心；十一者生在人中自然念佛；十二者诸魔君众不能损恼；十三者能于末世护持正法；十四者十方诸佛之所加护；十五者速得成就五分法身。各位最好把这十五条贴在你的佛像面前，因为你每天都在拜佛啊，供养佛啊，赞叹佛啊，用我们的身口意，我们就能够得到这十五功德，也为众生而做，也把十五功德回向给众生。但是请翻到第十一行啊，那怎么样的来做供养呢？佛告清净慧菩萨，汝等当于如来起正念心，很重要啊。我们拜的佛像呢，是黄金做的，是木头做的，是大是小都没关系，这个有啊，目的是要拜啊佛陀所证的空性，乃是佛陀圆满的德行，勿着恶边啊，这个恶边有些人说啊，死了就没有了，反正这个佛像是假的，不要执着，不能这样讲啊，勿着有边啊，这个常见啊，所以永恒存在或如何如何，所以不要迷于空有，这个空有本来是一体的啊，万有的本体都是空啊，但是呢你要找到空而不离开万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那这一点我们要去思维。所以各位，你们看佛像的时候要觉得佛像是如幻如化的，它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一些组合嘛，不管它是石头啊、木头啊、玻璃纤维啊但是佛像所显现的一切是佛陀的圆满的德行啊，所以那这样拜的时候，遗诸善品可养无厌啊。这个我们对佛陀所讲的吃素啊、放生啊，甚至三十七套品，我们都想要去实践啊。就像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何达到九品往生？每一品每一品，我们都要圆满。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因为体悟到无常，体悟到无我对一切所升起的一个智慧这样来善修智慧，常求处理勿助生死世间是苦的。我们拜佛的时候特别你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咯，赶紧带我走啊，意思是说心不要执着在这个世间，勿助生死，不是说马上要死，拜佛就求佛的这种超越一切却大慈大悲不要执着在这个世间啊。所以各位被老公骂的时候要干嘛？拜佛。儿子不孝的时候干嘛？拜佛。因为那个是生死啊，没办法了，世间的业报啊所以勿助生死就不会痛苦，而不是说要改变什么所以长求出离勿助生死，
倒过来，一诸众生起大慈悲，但是对所有不了解生死轮回的痛苦，我们在遇佛拜佛的时候要升起一诸众生起大悲，愿所有众生愿得速成哦，三生成就，所以要这样。而且佛陀还特别强调，善男子，我已为各位说佛陀的教法最重要的实修，念一下：四真谛、十二缘身、六波罗蜜。事实上，佛陀的精髓就在这个地方，体悟四真谛，了解十二因缘法，断除无明，实践六波罗蜜，自利利他。啊，这个就是一个成佛的根本啊。所以，而为所有的国王啊，包括天人，包括世间的鬼神啊，为诸天龙人鬼说异相法。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一起念来：诸供养中最为第一，甚以恒河沙等七宝布施。所以一佛重不重要？太重要！诸供养中最为第一，而且佛陀希望我们天天供养。那怎么供养呢？后面就是讲了。就像我们这样用最好的坛城最好的香啊，以前是用最好的啊这些香把它磨成香泥放在水里面，现在很方便了啊。然后呢，用圆的用方的都可以，中间放佛像，灌以香汤啊，那所用的水都是最好的啊，其玉像水两指立取，以前可能是用这样吧，两指啊，然后滴在佛陀的头上啊，那现在呢用这个啊摇，这样最好。然后呢从佛顶倒下去，安置顶上，名吉祥水。那这个水如果用完了，那各位也不要乱倒啊，上面有写了谢于净地莫令煮它，因为这是圣水，我们可以把这个水拿来放生啊，拿来布施恶鬼道啊，生病的人喝啊，这样最好。完了以后，以细软均四相令净，就是一完佛以后，那你要用清净的纸巾呢，还是清净的卫生纸一样，佛的身上抹一下，好不好啊？代表把它擦干呢、啊，你不要从头给它擦到脚，没时间呢、啊，在家里可以。今天这边就是一直抹一下，那这个卫生纸你赶快拿来擦脸啊，有青春痘的地方啊，上供下施啊，浴佛的水，你皮肤不好，你用水毛巾给出家人洗洗脸，你再回来洗洗脸，这样会不会很庄严啊？不可思议啊！然后呢，擦完以后要点香，所以等一下义工菩萨在前面就会摆一个香炉，现在也发给各位一支香，好不好啊？那大家轮流浴佛的时候，然后再要这样做，来念一下，来浴佛。擦佛像，供香，发愿啊，然后完了以后你就要发愿啊，发愿你就不要站在这边发愿了，你就因为后面很多人在排队啊，你就到旁边去发愿，好不好啊？所以浴佛的时候最好两三个人，以后这个浴佛如果人多，浴佛的那个汤匙呢，用个五六只都没关系。不用从正面，从后面也可以浴佛啊，从旁边也可以浴佛啊，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浴佛等一下就摆在中间，各位从五六方向来浴佛都可以，好不好啊？那浴佛不要浴三下，回去你要浴一百下都不要紧了，今天人多就一下就好，好吗？啊，七只嘞，然后呢，捻香，发愿，发愿就回到你的座位发愿，可能那个时候。就这样在发愿唱赞，来我们念一次，来，我今灌木诸如来净智功德庄严具，愿彼无着众生类速证如来净法身。你要观想啊，我们这样灌木诸如来成就所有善根功德，目的呢，愿轮回有情都能够啊证得三生成就啊，速证如来净法身。然后点香啊，点香呢叫什么？来念一下：戒定慧戒知见香，遍十方刹常吩咐，欲焰此香烟，欲如是无量无边做佛事。你看前面他们用这个干冰做的香也很庄严，对不对？啊，这个叫五分法香啊。
那各位等一下你要自己捻一根香、哦、供养诸法诸佛超度六道，就像做烟供以往啊，这个香烟也在做功德了。什么功德呢？念一下：意愿三途苦轮习，悉令除热得清凉，皆发无上菩提心，涌出爱河登彼岸。那我们这样供香，我们这样浴佛的水啊，等一下我也会拿一盘水在旁边。各位等一下浴完佛用你的，刚刚讲了这个供佛的水用这两支啊，然后那个倒数第二支吉祥手旁边点一下水，你不要点中间的水，往旁边点一下，施甘露好不好啊？让那些咽口恶鬼到三途苦得到甘露水啊，愿他们闻到妙玉云烟供甘露香而得到解脱，也同样的发起无上菩提心，涌出爱河登彼岸，好不好啊？这句话就是爱河呢，爱河千尺浪，苦海很痛苦呢。你有托啊，有贪爱执着就痛苦，所以愿这样，你要发愿。所以悉令除热得清凉哦，滴一滴出去又不是甘露香。如果我们就按照这样做啊，愿所有众生，希望国王。所以老实讲，我很赞叹哦，那一天，佛光山早上在总统府面前，下午呢慈济功德会在中正纪念堂，国家元首有没有来啊？隆中来啊，他们能够引导国王哦，那一天副总统也来，王院长也来，柯批也来，小英师兄也来，对呀，因为这些。大法会也让他们就按照佛经那样做了啊、所以劝化国王大臣一切信心要功德者能够这样做，所以让他们获到大利益啊。所以我想那各位都了解方法了，所以大家就捻香啊，叫供水捻香，滴两滴出去啊、然后回去发愿，这样好不好啊？好，请大家翻到260页，我们要唱这个浴佛赞啊，各位要边发愿啊，浴佛供香发愿啊，令众生离苦。我们先念一次一般的浴佛句，260页上面的，然后念他的浴佛咒。哎，我今观无圣洁陀，我地藏地藏圣洁陀，我地藏。
地上圣洁坐，我地上地上圣洁坐。玉佛功德经上记载玉佛五种功德，那叫一现受富乐无病延年，二于所愿求无不随意，三亲友眷属悉皆安稳，四常持八难永出苦缘，五不受女身速成正觉。所以经常遇佛这一世现世就得到富贵安乐，而且不容易生病长寿无病延年，而且我们遇佛的人发的愿都能够满愿，于所愿求无随意。第三，我们遇佛的人，虽然我们家里很多人没学佛，但是我们遇佛回向给他们，所以亲友眷属悉皆安宁。第四，遇佛的人不会堕落三恶道，所以这个叫常持三途八难，最后能够解脱生死永出苦缘。第五，经常遇佛的人生生世世不做女人身，而且呢能够早成正佛，早成正觉成佛，所以遇佛有无量功德。我们现在念玉相赞啊，我今观摩陀罗来啊。知功德
等